大家好，我是乔治。今天要拍的影片是跟上一部老鼠的影片差不多，只是这一次的主角换了。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他叫做木瓜。然后因为他是别人送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这是我们家现在最肥的一只老鼠，然后应该也是最乖的一只老鼠，可爱的，那它味道超香的。他很爱吃，现在又在吃东西了。